试，因为我隆乳以前不是都要贴 new bra 吗？因为我大小都是 C D 罩杯，其实穿这种泳衣还是会显得可能比较健康这样子。可是我想要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这样，怎么讲，葫芦型身材。所以呢，就来看一下厉害的，然后身上的就是第一套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我现在完全没有贴 new bra， 就是隆乳完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不贴 new bra 就不会过敏啊，因为其实那种东西不能长时间贴，可能大概能贴个3到5个小时就不错，然后你也会觉得身形很好很匀称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套连身式的泳衣，这边有金属环，然后做蛙腰，蛙腰的话会觉得腰比较瘦比较细，然后呢开刀插到这边的话会觉得腿比较长，比例也会比较好哦。有一些疑问，觉得假体会比较假，可是那个其实是过渡期，就是大概1到10天内的时候都会显得比较肿，那个是水肿。像我现在已经3周快1个月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做一些动态的动作，让你们觉得我的胸型看起来漂亮又自然哦。再是第二套，看是不是就可以穿超级辣的战服，而且又不会有 new bra 的扣子。扣环，然后太冷色，这样感觉就很异国风情，所以就很适合度假啊，或者去长滩岛之类的。然后它是交叉的绑带，还有跨脖，你就会觉得腰比较瘦。然后脖子呢，有一些女生可能锁骨条件没那么好，就像我，那这样子做就会让你觉得脖子比较长、比较细，然后肩膀，然后后面也是绑带的。然后太高叉泳衣就跟第一套一样，都会显得腿超级长。再来最后一套，最后一套比较不是我平常会穿的风格，可是我自己很喜欢，是因为它又可以可爱，又可以优雅，又可以气质，然后也有一点点韩国小姐姐的感觉。然后它是做一个披头走秀的设计，所以就是你其实夏天出门当上衣穿也不会很突兀，因为它可以当泳衣上衣两穿。然后如果你要性感的话，手就是可以塞进去当披头这样。关系也不用担心它会脱落。好，然后呢再讲一些湖南天成的资讯，虽然在第一支影片都有了啦，但我大概就是讲一下。那也谢谢湖南天成让我拥有梦想身材，就是毕竟我身体也不好，大家也知道我熬了3年才可以隆乳，然后也变成我想要的体态，然后也完成我的梦想。那湖南天成的特色呢，上次有说过，就是靠近火车站啊，所以地点很方便，然后几乎都是女医生，除了跨科别的，那他们特色也是有跨科别跟6道切口。那些切口就是包含最厉害的就是从肚脐嘛，上次都有说。那帮我隆乳的医生叫欧医生，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欧医生哦，然后真的非常推荐他们。然后呢，我就会用这副好身材拍更多好看的影片给你们，给粉丝福利。那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好吗？不管我什么样子，相信你们都会爱我。